长说你那首歌是有降 key 日，没有，我觉得唱起来像怪怪的。那你可能要升 key。哎，我觉得唱起来像怪怪的，就是没有那种撕心裂肺的感觉。哎，明明就自己的问题，然后这边怪罪。你被伤得多深？没有没有啊，没有被伤得很深啊，就是因为没苦硬吃，你知道吗？嗯。就是那个少年不是愁滋味，然后会。出来当观众了，好啦，这个这首歌，这首不是这首歌，这首诗的意思是说，有没有那个小时候，然后你有没有经历过那种很喜欢发语录的那种时候？没有，就是有一些小朋友，他们明明就是没有谈过什么恋爱，他想要让人家觉得他很多故事，他就故意去发一些那个文，哎，就像那一首诗的作者一样。他就是想要让人家觉得他很忧愁，他是那个大人，很成熟，所以他就发了一些，就是他为赋新词强说愁。他为了要写这首诗，为了想要让大家觉得他很厉害、很成熟，他就硬给自己一点那个心情，没有苦硬吃，没苦硬吃这样。然后后来他长大之后，明明就很多压力、很多的烦恼、很多的忧愁，但为了要让大家觉得他好像没有什么不欢不乐，就假装很坚强，就说我很好 ，I'm fine, thank you 这样。对对对，其实他明明就很忧愁这样，就在说小时候的时候都故意想要跟家里人说，我没钱了，我没钱了，我要你用钱。有钱了啊，对啊，然后长大之后明明就没钱了，然后都跟家人跟长辈说，不用担心，我还有钱。哎，对对对，这就是长大这样。哎，像我就不会这样，我就跟我妈说我没有钱吃饭了，可以煮饭给我吃吗？我想要吃那个可乐鸡翅这样。好啦，开开玩笑啊，这个很有学问，好不好？感谢我们这位大哥的神救援。对，好，谢谢。要让我们的小吉继续安排歌曲。什么来送来？感谢你的学问支援，还有你的电风扇支援，超赞的。
你想的小段啦、啊。